民众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，这一场选举将决定下届的总理人选。外界分析，这是军政府与戴克星势力的互相角力。戴克星虽然流亡海外超过10年的时间，但是对于泰国政局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开票最终的结果呢，在稍晚就会出炉。